是求主的旨意成全在我生命里，求圣灵更新浇灌我的一生，洁净我，吸引我，快跑跟随你，在爱中遇见你，在荣耀中敬拜你。感谢主，你的恩典再次降下，再次吸引我们在这主日美好的礼拜。主啊，再次吸引我们来到你殿中来敬拜你。求你的圣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保守那些还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平安的脚步，来到你的殿中，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你。谢谢主，你的恩典乃是够我们所用的，乃是一生之久的。在我们患难的时候，无论处在任何的高山或深谷，在每一个日子当中，主啊，谢谢你用你的爱来包围我们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刚强壮胆的来跟随你。谢谢主，你亲自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来带领我们，做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使我们都能够快跑来跟随你。求主你亲自来教我们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那智慧的心。谢谢主，你用整本的圣经来跟我们说，你的爱、你的恩典乃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使我们不惧害怕，不惧害怕缺乏，因为你的恩典乃是在我们一生当中要来全然的展开。求你使我们能够像那标杆来直跑，得那从上面招我们得的奖赏。愿你亲自来安静我们的心，求圣灵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拥有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，开我们的耳，开我们的眼，开我们的心，来聆听今天平传道所讲到的内容，能够成为我们日后生活当中每天随时的帮助。求你亲自来看顾以下的时间，将以下时间都排列在主你的手中，求你亲自来带领。还是这样感恩的祷告与祈求，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我们一起来用主导文的祷告，我们一起来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羞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我们恭读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记载在诗篇九十篇。诗篇九十篇，诗篇九十篇总共是七节，我念一段，然后会众念一段。诗篇九十篇第一节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住在未曾生出，地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。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在你们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日子，又如夜间的一日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觉；早晨，他们如生长的草。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长壮得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碌过半。转眼成功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就像我们得到智慧。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求你使我们早早晓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现。最后一节，我们一起来。愿主我们神的荣耀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树立我们手所做。
感谢主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来行出来。接下来将以下时间交给林大卫传道。林大卫传道今天所要讲到的题目是永恒的居住。